这儿，来检查一下，走什么呀？嗯，啊，走，大人，这就是四十，五十，哎。啊！凭什么给我车？走他妈！大爷，凭什么给我车？放开我！走！放！凭什么给我车？小月，小月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要冷静，不能冲动，不管遇上什么事儿，都不能动手，懂了吗？懂了，你都说了八百遍了，真是人老话多。哎，可是话太多了，季老先生，走吧。过。哎，把那几人给我拦住！你干什么？奉上命，追查反清复明叛党分子。我们是商人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商人，反清复明叛党分子都打扮得跟商人一样。我瞧你这样啊，就像反清复明叛党分子。我反清？哎，我说这位军爷，你真是好眼神啊！哎。把他们先都给我铐下！你敢？季先生，他们无非是要买肉钱而已。哦，有有。这位军爷，嗯，我们真的是商人呐。啊，商人，商人！哎呀，我一看你们就是老实的商人。是是是是是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多谢军爷，多谢了。走，走，快走。你是哪个衙门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对，哪个衙门的？要孝敬啊，算你上路。军爷，多谢多谢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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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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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过来。藏下东西没有？放开我！来来来，我看看身上藏了没藏什么好的东西呀？长得不赖呀！干什么你们？哎，小不忍在乱大谋，走吧，走走走吧。找白娘子要紧。好，给我搜身！放开我！哎，姑娘别跑，有我呢。许仙，好样的！给脸不要脸，你找死啊！姑娘，你先走。这大清官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哼，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！说，这些人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呢？打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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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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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妈的，你给我丢人现眼！哎呦！哎，不能再站着！哎，这么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小雪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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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什么？我叫堂堂大清皇帝，竟跟街头泼皮一样跟人打起架来了。我全忘了。哎，九五之尊，身份不可失哦。好，先生话我记住了。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哼，你这玩意儿！走！主子，您又忘了身份了？我高兴。您一高兴，我就麻烦。干什么呢？哎，有坏人救我们！帮帮忙！快进去啊！快进去！哎，阿杰，这边走。抓他们大卸八块，给我搜！阿杰，怎么办？走，孙子，走！来，给我仔细的搜！不，来了，两个人呢？框上呈现六道长纹啊，此乃乾卦也。乾卦，飞龙在天，大吉有往上。
费那个事干什么？啊！哎，哎呀，怎么办啊，阿姐？哎，跟我来，快！我们被包围了！哎呀，哪来的飞龙在天呢？你这挂不灵啊！奇怪啊，这易经是不会错的呀！我们快成刺猬了！皇上，你看，这明明是乾卦呀！飞龙在天呐！啊，皇上是龙，飞龙在天。先生真神人也！啊，我也不是什么神人，就是书读多了点。皇上，你看，飞龙在天。嘿，抓住那两个女鬼！是是。阿杰，狗兵上来了！滚蛋！飞龙要变死龙了！这两只猪真重！先生可有计策？大事不妙，计策全无啊！皇上！他们一定藏在里边，把他给我刺死！走！小心！许仙，好样的！哎，来，出去了！巾帼女英雄，佩服啊！佩服啥呀？走吧，走！啊！金先生，快帮帮忙！好，我来了。帮什么忙？帮他的忙。我明白了。一、二、四，滚滚，住手！滚！别找了，走啊！哎哎，好！管他！走走走走走给我追！